大家好，我叫张佳楠。今天邮递员叔叔给我送来了一个包裹，今天我们就来拆开它，看看有什么礼物吧。我们需要拿剪刀来打开。这个就拿刀，拿刀不安全，爸爸给你帮你打开。好，你站在这儿就行，一会儿你打开。行，我看看里面有什么包裹。你猜一猜是什么？嗯，看你能不能猜。我猜，我得听一听。听什么呀？能听见吗？完全能听见什么呀？就是我刚来的时候，我听了几下，听的是应该是很大的东东。是吗？嗯。我觉得不是小玩具，我这个你别动，大一口等会儿啊。我里面还有一个包裹，说明这里边的这个包裹很神秘呀、啊。来，我拽这个，你拽那个。嗯，能拽着不？我看看。画不到一下。好。哦，里面是什么？嗯，这是信，给咱们的一封信。等会儿再看。哇塞！哎呀，这个到了。爱情公寓，我最喜欢的。这是给咱们写了一封信。这个应该说。从哪打开呢？从这儿。这里边小胶水，这里边应该用胶水把它粘住，然后我们等着还是把它撕开。哇塞，需要好几盒。哇塞，这个要组装的呀。嗯，我们还需要组装的。哇，好多呀！这个是爱情公寓，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它。还有木，还有一块，这个是底板，嗯，我给拿一页纸，有没有图纸呢？嗯，应该有吧。看看里面，这里边哪个是底板呢？哇，这些小东西好小啊，看。对，开关，有开关的。对呀、啊，还有灯呢。哦，那应该啥都有吧？哇，看看。嗯，这是给咱们的。这是粘贴。小现在。粘贴。不行，这是有房子。这是粘贴吧？嗯，你看，你看看这房子怎么组装？这个。我们应该需要装水吧？别拿乱了啊！拿乱了，一会儿找不到。这个都是成袋的，哇！你看，这么多刮盘，还有这个，啊，这实在是太多了。哇塞，原来得组装多长时间呢？这个应该是，那个是图纸吧？应该是图纸吧。这里面有胶水。哇塞，这图纸也好难哦！你给全倒出来了。这是哪个是大的？这个我们。咱们都要一个个粘上吗？对呀，这些都是干嘛的呀？哪个是底板的？这怎么还有个这样的？这个怎么会撕呢？没有撕掉啊，这个纸。啊，这是透明的，透明的，这是外面的壳，这是外面的壳，这是粘的壳。这些我能整明白吗？是，这里面有胶水，哇，还有石头。这个才是组装房子的，那个是外面的壳，等爸爸再看看，给你转。嗯，这不是，这些是告诉我们有什么，这些都是有什么东西。这不是组装的，
这个才是柱状的。看，大家看看前面第一页、第二页、第三页、第四页，一直到第六页。你别拿着，我给你拿着，要不小朋友也看不见了。这个不是，后面才是。小朋友也看不见了嘛？要帮朋友看看嘛？哎，柱状在这边的。哎，第七页才是柱状的。啊，这个咱们先组装第一。哇塞，咱得组装多少次啊？对呀、啊。组装咋？组装好久啊。我们还需要，我们需要。咱们开始吧。我们从第七页。从这儿。从这儿吧。前面不是。从这儿。这个、才是。第一步有一个这个。这个我们还需要先把它贴上的吧。有一个这种。这个放这里是胶水吗？不是啊。一样东西。第一步，我们需要找这种。我看看。这个是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。这里边，袋里边。你别拿，你拿出到时候乱了。先粘底座，一个一个粘，底座没粘好就不能粘别的。我们还是要贴纸啊。我们需要。我看看是怎么粘的。是两层的吗？这个小床很复杂呀，这个小床什么的，先粘在底座吧。你先别拿别的东西呀、啊，可以拿一块吗？一块就粘底座吗？我们这玩意就是一个大城堡啊，老漂亮的，对不对，爸爸？这个是怎么粘的？这个是粘中间的。我们应该是从中间两边有围墙，也不对呀、啊。我们需要从第一步开始啊，爸。它这个是小的，这边有一块，那边有一块，这个怎么办呢？现在就这一个吗？就这一个呀。还有一个这个是。那是砂纸。砂纸这个怎么办呢？这砂纸。这没有这么大呢。我们应该从第一步开始吧。没有这么大。我们不从第一步走。妈妈，你可以不过来。妈妈，是不是从第一步开始啊？先把这个搅开，剪子不快啊，还没剪子了，这是地毯吗？这那更不快，那个不太好，怎么办呢？这个粘在这儿，这是草地。浇水，爸爸浇水。放在屋里还是放在外头？我看看那个屋子里头，房子里头。爸爸给你浇水。
你不用整，我一会儿我整。哇塞，他这还得搅好几条啊，这个搅到好几条。剪子脚踢边儿，挨着脚一块。装这个房子了，你就可以当过家家的小屋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什么时候才能装好？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呢。嗯，我看看，你看对不对呀？爸爸，那我做什么呀？嗯，你现在什么也不用做，爸爸帮你剪这个。我想把这些面都接上呀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爸爸把这个剪完了，看看你贴哪个面啊。没有线呢，看把我脚的能不能直。这个应该是两个窗户或者两个门。这个是干啥？不是要锁吗？像图上一样，整了几个长的，几个短的，这不跟图上一样不一样吗？好像差不多，但是不知道一不一样。看看吧，看看吧。但还是要放电池呢。嗯，放电池啊，放电池那什么，你现在没钱吧？爸爸给你找点钱，你找。我先把这个那边有。这个是围墙，你先这些先不整行吗？等会儿再整。围墙我去贴了。嗯，等会儿看看你贴哪个，哪个是你单独围墙？这应该也是围墙，这是这边的围墙。这是这边的围墙，这里这边，这是哪个围墙啊？这是这儿的围墙。这是这儿的围墙，我看一下，摆一摆啊。完了以后，你就可以穿围墙。这是这儿，这儿的围墙。这个是，这边还有个围墙。好了，这个围墙。我拿出围墙贴纸了。再一个围墙，对这个。那我先贴了。对。啊，贴吧。把那口袋都这个、关上啊。
对，完了，给你个剪子，你拿这个剪子，那个直接绞完了吗？这是绞我看看，完了。我看一眼，好像没绞完了吧？这个好像不是贴纸，这是我们剪的，还是要把这个贴上，用这个贴。这应该是贴纸吧？我看看啊，是不是不粘胶？不知道是不是不粘胶，对不对？好像不是。好像不是哦。不是。不是，我们需要把它剪下来，然后再对。用这个挑，这是挑。我们这些都得搅。